第一个挑战叫飞花令对决，任务价值150分。哇哦！飞花令是每人轮流说出和动物相关的诗词，直到有一方接不下去为止。哇！挑战者杨迪、小童。想看你们俩 PK 了。去苏大那说说，是杨迪赢，是小童赢？我肯定要压我们这个 team 的人，那我得压你啊，杨迪。千万别掉链子啊！你们随便压，我就尽力而为。我压小童，输。小童，我明知道你会输，我都压你。哇！算是姐支持你。杨大，我一会儿把我剩下我们平分。那你剩不剩你都得跟我们平分。飞花令啊，带动物的诗词。曲项向天歌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白鸥问我泊孤舟，是深流是心流。哎呀，燕飞雁飞过正伤心，却是旧相识。错了，是雁来雁过，雁过也正伤心。错了算什么？错了，错了，马师傅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这个。哎，来，给我，你能说个别的？我先说个别的、啊。对，你能说个别的？那一下被乱了。说个别的啊。哦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。小弟闻子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把我的木兰辞也给背了。哎呀，这是高中的小底子。有，我还有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哎呀，狼的也有了鸟。天哪，好紧张，两个学霸。能快点吗，倒数？好，马上，等我一下。五。四，怎么三二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是夏天在树上的蝉。哦，不行。如果我现在再多背几个，能不能就是？燕子回时，月满西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双宿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雌雄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四。三分之二，难题能一，可以啦，真的可以啦。杨迪失败。哎呀，姐姐还得是你。哎呀，小童啊，哥哥也有打眼的时候啊。打脸，打脸。第二个要挑战的是花花。花花要挑战的叫做坚定不移，怎么玩呢？大象鼻子快速转十圈以后，双脚保持不动，站立五秒，就算他挑战成功。花花这个挑战项目的任务价值是50分。无论如何，我作为花花的哥哥，我先压他50。我压50，花花能成功。好嘞，花花，我也压你能。我压50，我能。我压他10。压他转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啊！郑凯觉得不能，因为我不能，反正我不能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加油，花花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是哥哥的好弟弟，加油，好哥哥，加油！花花十圈啊！好的，来，开始了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四，这个速度不行，这个速度肯定不行，四。5 6 7 8 9 10，站住！十，站住！哎呀，弟弟、啊，没到5秒啊！弟弟、啊，不得不说 ，pose 摆的
的是不错的。天哪，我捞着呢，弟弟，撑了差不多三秒半，就差一秒半。花花有多要面子，知道吗？已经不行了。哦。刚才马上就要立出了，我内心都慌了。我也是，还好摔了。没事，哎呀，我尽力了。你尽力了，完全看着尽力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姐赢钱了。我也赢钱了。妹妹也赢钱了。花花，我也压你能。我压他不能。能。我压我不能。玩什么？我都读你们书。哎，这样，如果谁现场能挑战成功的，奖励50分。哇，50两，你试试看，试试吧。我不试，咱俩一块试试吧。我跟你试。我啊，来来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一，这还可以慢点。对你慢点，等等小冉。二，这么久啊。5、7、8、9、10，帅帅的站住。下一项挑战，我先说它的任务价值，200分。哇，好多啊！这轮要挑战的是涛姐，她挑战什么任务？朗诵过程当中必须落泪。哇！哎呦天哪！我压1亿。来，跟我去那边刷卡。哎，压1亿。等会儿多少分钟？还是3秒啊？就那一段。这么专业的一个演员，如果做不到朗诵这个哭，那哎呦，感觉成也没啥意思。一定会成，这已经就是快过，是，我去死吧。不至于，先念流泪了再去。现在其余各位可以去苏先生那儿下注。我压200成。我也压成。我也压200成。我也压。我也压成。天哪，那我要不成，我不这丢脸死了。涛姐试试200分挑战，需要酝酿一下还是直接就可以来？无言独上西楼月。我起高了。Rapper 啥意思？就说唱歌手。秦辉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腾哥在说什么，没一个人质疑他，只有我问 Rapper 是来吧刘总。涛姐试一下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，寂寞如同人缘锁金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番滋味。在
这样坑。他坑了我们所有人。哎，涛涛，你跟宋大人做扣了，你俩。涛涛，你跟宋大人做扣了。我听你唱，我都快哭了。哎，所有人都压得成功。别哭了，刘姐，我来，加油。不是，我还真需要一个人来。我陪你吧，要不要我陪你？好。我都演出女儿出嫁那种。那我来，小刀来吧。这真的是女儿出嫁。无言，独上西楼。赢了。手是不是给我分50？必须的。我再来一次。涛姐表示不服啊！加油啊！用不用我送你出去？无言，独上西楼。